下面这位一看也不是善茬的呀。长春街头，一个年轻女子驾车与一个越野车迎面会车，越野车没避让，往前抢了一下，险些刮蹭。女子下车理论，还拿出了一把刃口明晃晃的斧子，不停拍打车门。当时双方车上都有老人，越野车里还有孩子，吓得哇哇直哭。路怒症不治，后果也够严重的。